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鱼满香江浓缩鱼汤，每包33蚊 ，OK 有货噶啦。啊，原浆啤酒而家喺出边饮紧，就未有货嘅，下礼拜先有货啊，唔好撞嚟抢啊。好啦，我都唔知道有咩好评啊。本港检获伪钞上升，根据警方咧话，旧年检获嘅伪钞啊，揾到10,191张，2024年1月至5月7,803张，哇，旧年成年咧10,191张嘅，1月至5月就已经有7,800几张。咁當然咧，經濟唔好就固然係多啲呢啲嘢噶啦，係嘛？即係其實咧，我又唔識呢啲嘢啊。我真係喺度呢個節目都講過下呢啲情況啊。如果你做到好流啲銀紙啊，屌你真係有啲咩影印啊咁嗰啲，就真係人哋一揸上手，真係賴嘢。咁當然有人啦，即係彩色影印去搭巴士，係有嘅，嗱衰咗嘅。因為點解咧？屌你！你好多時會搭啊！你搭下，人哋有一次半次就算啫。屌你！你有6號 C 同埋2號 E 同埋呢985號，點解成家日都有嘅咧？就會留意噶啦。所謂成家日都有，可能一個月有幾次就會留意嘅。咁你都容易中嘅。OK， 好啦。咁我哋睇戲咧，成日咧見到咧，即係包括最經典《英雄本色》啦。阿 Mark 哥、豪哥都係印美金噶嘛，拎出去賣嘅啊。我成日喺度諗咧，如果佢印到，我唔使好 ，OK 啦嘅假銀紙啦 ，OK 啦，因為假銀紙最緊要個紙質啊 ，OK 啦。我成日覺得咧，應該要印多啲100蚊嘅，我自己諗啊，因為你唔覺啊嘛，100蚊可以去洗啊嘛，咁啊慢慢係咁洗咪得咯，日日咁，但係後來諗係好麻煩。咁差唔多，點解唔印大額啲啊？啊，咁但係你驚人哋去攣你啦嘛，咁啊同埋咧。但係而家即係嗰陣時諗啦，而家我冇諗啦，就好多年啦。而家100蚊就大鑊喎，因為點解100蚊真係做唔到乜嘢？你諗住譬如100蚊我去買嘢，去 OK 度，喂，俾包煙我23蚊，咁咪賺翻70蚊，咁我又變咗70蚊生錢啊嘛，係嘛？但係而家又麻煩啦，100蚊你買包煙都唔夠，你仲揞多10蚊100蚊，係嘛？咁啊，真係所以係好煩。好啦，於是乎咧，阿梁美芬咧就喺琴日嘅會議上面，立法會就話政府會否加強鈔票同埋研發創新？同埋考慮引入更加安全同埋先進嘅防偽特徵，包括譬如智能芯片啦、納米材料啦等等。嗱，我唔識啊，我真係唔識呢啲嘢。咁但係你話如果一張銀紙，擺張晶片落去，有張晶片，嗱晶片可以好細噶，可以好薄嘅，有嘅，有嘅 ，OK。我同阿靚仔一齊 happy hour， 係好冇癮啊！好 happy 啊！係。好醇厚啊嘛，都話咯，180蚊啊，喺青島現場買，好好飲啊！呢個好純咯，好純咯，好滑嚇，係啊，係啊，因為佢好似 draft 咁啊，係啊 ，OK 嘅，雪櫃嗰啲罐頭，個樽又靚咧，係啊，但係短咯，個日期開咗蓋7日，咁其實唔會噶啦，你呢啲你平平慢慢飲噶啦，係啊 ，OK， 好啦，慢慢 happy hour， 唔好再做三門 ，OK。好啦，喂，即係老老實實講，芯片可以好薄嘅，可以嚇、啊，但係我仲更加想講嘅，喂，而家屌你老母，阿梁美芬，你知唔知究竟你哋呢班友真係知唔知世界發生緊乜嘢事？我哋最叻，我哋最唔夠啊，就係講緊呢啲晶片啊。嗯，你中國晶片好撚勁咩？戇鳩、啊。好啦，派落去。好啦，於是乎呢一、這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代表弱弱地答我們會繼續留意科技發展的，因為呢我們跟金管局講過，現在目前是未有這些生物識別的鈔票技術的，也都未有納米材料防偽技術和這個智能芯片的防偽技術的，如果有的我們會適時引進的。屌你！你搞乜撚嘢啊？你實係要加個晶片落阿梁美芬個？唔係啦，你梁美芬你搞乜撚嘢啊？冇腦啊！加翻塊佢晶片落去。我唔知佢睇我啦，我話俾你聽，佢睇完呢啲或者阿聽日要開呢啲會，係冇嘢揾嘢講。係就係、是，喂你唔識佢助理都識啊？唔係咯，屌你咪喂咩撚嘢事啊你？即係有得個老細喺度鳩噏。屌佢真係鳩噏嘅啫喎。人哋喂財經事務副局喎，其實我哋都同金管局問過，問題係而家冇呢啲。
冇呢啲技術啊！對唔住啊，阿梁美芬。同埋依家都咩啦？電子貨幣咯，戇鳩。係啊，唔係喎，老實講，係信唔信任嘅啫。你喺外國其實咧，譬如話你喺歐洲啦，基本上真係全部一張 debit 卡行曬嘅。但係人哋有個有樣嘢喎，就係咧嗱，個別有啲報道都有睇到嘅，人哋係唔會唔收 cash 咯。嗱，呢個係重點啊嘛，人哋係唔會唔收 cash 咯。啊，好啦。另外我喺睇呢度咧，我就真係咧嗱，冇乜特別嘢講啊。我之前我表達過曬，究竟咧，即係而家房協喺呢啲時勢度去對付呢啲啊道德上，即係公屋富户咧，喺道德上冇問題嘅啊。咁我覺得佢都真係可以啊咁樣做嘅啊。咁但係個時間唔啱咯。其實有啲嘢講 timing 啊嘛。即係而家喂，有陣時你究竟能夠騰得幾多屋出嚟，係咪做？即係反而你令到社會嗱，好即係好唔開心。嗱，好似睇今日，我睇呢度，房協話今年四月擴大咗呢個收窄富公屋富户嘅問題啊個範圍，發咗2000份申報表相關住户嗱，呢2000份嗱相關住户嘛，即係有人篤灰啦，或者總之房署懷疑佢哋係富户，2000份收咗99% 翻嚟啦，99%，1% 即係20份。咁啊，喂！如果你2000份真係收到1980份㗎啦，喂，當中咧有10户因為超出入息上限，願意交回單位，仲有2户已經交咗添啦，即係12户。OK， 咁你如果1900，如果你話等陣先啊，喂點啊，阿靚女？我做緊節目，但係有人㗎啦，得㗎啦，上嚟啊 ，OK， 好，係啊係啊係啊，唔該，好，拜拜。呢個咧嚟咗6-7次送貨都係唔揾，仲要問我係咪新田李家啫，拗曬頭。好啦，喂，2000份表收翻99%，係得12個單位。你話如果唔係，仲有好多未收嘅，咁點解未收？啊？咁你話如咁即係哦唔係？是得12個啫，就係暫時收翻嚟嘅表。喂，咁我真係究竟係呢個政策2000份喎？究竟係刁民多啊，即係唔諗理你，定係篤灰多咧？喂，你都其實你嗱，你就咁睇呢度咧，係好，你都用一定嘅資源喎。2000喎，你要調查喎，唔係去答啊得個，唔係話佢話冇啊冇，唔係噶咯喎。屌你老母，得12個單位，呢個就我所講嘅呢啲時勢咪唔啱咯。同埋我更加最老諗到嘅咧，就係你要人哋篤灰歡迎人哋篤灰啊！其實咧，即係我諗大家應該明白啦。收翻啲單位，佢真係供個富户嘅，冇問題啊。但係因此而造成鄰里之間，即使係可能佢哋唔啱傾都好，嗰種互相猜疑避忌，即係對香港人內入邊嘅破壞啊，其實係得不償失嘅。啊！屌你老尾，講真啦，有啲人懵撚嚟噶嘛？香港見到咦，隔離阿黃太個仔點解會有架車嘅？屌你老尾，哇！有車揸又成，肯定富户啦。架咩車嚟㗎？係嘛？有啲人好撚懵噶嘛。好似呢單又係又無可厚非，但係從政治角度睇，這個政府真係奇遇無比。8間大學明年開始連續3個學年加學費。每年加5.5%，乜都加，即係去到3年後咧，學費大概加到50,000蚊，49,500。咁我頭先計一計啦，嗱，佢有啲科有啲學科係貴啲㗎，嗰啲唔好計。即係話咧，佢而家大概係42,000到，加5% 咯喎，第一年，第二年喺第一年加咗5% 之後，再加多5%，到第三年喺第二年咧又再加多5%，結果就去到49,500，即係睇翻而家大概係42,000到，我計過啦，42,000幾，連續3年。點解話無可厚非呢？原來上次對調整學費1997年，即係到而家26年。喂，26年 ，OK。嗱，物價指數嗰啲啊，各樣都升過好多啦。綜合物價指數升咗40%啊，但係學費咧冇加過，而家先調整。咁於是乎係無可厚非。26年，我哋香港 ，OK。咁你又點解佢嗰陣時唔加？明明有好啲嘅情況喎。我哋再睇睇97年回歸冚家產，98、99、2001。2002、2003、2004冚家產，2005叫做好啲咩？好啲咗咩？因為開始05、06年有唔係自由行，
係有內地移民政策。嗰陣時我最記得第一批係曾蔭權政府六百萬，因為我做過好多呢啲客啊，六百萬你買股票又得，買樓又得，你同埋你啲細路啊、父母啊、直屬嗰啲可以離曬。因為我最撚熟啊，因為我其中有個我後來同我好 friend 呢個客，佢仲去支持我蘭花系嘅添啊，大陸佬嚟㗎，做電視啊，做 mon 㗎啊。跟住咧，2014年啊，拍撚曬台，屌你老母閪！佢話：屌你老母，你冇買啲搞啦！屌政府啊！屌你唔係要我走多次係嘛？啊咁，結果2015咧，見到細息唔對，已經走多次啦，係咪好撚叻啊？呢啲人啊，佢話我咁撚辛苦走到落嚟香港，屌你都要我走多鑊，為咗真係慘。佢話佢完全唔同意我蘭花係啊，佢完全唔同意啊。但係呢個人咧，真係好前進啊。佢話總言之，我就係香港，我中意香港仔啊，有唔同嘅聲音。嗱，呢個唔同嘅聲音咧。可能甚至乎我跟大家講，是有些外國政府，你話譬如嗰陣時阿黃毓民，譬如我哋話阿劉慧卿，甚至乎周浩鼎，他哋都會有喎。去有時同啲外國領事見面啊，咁呢個其實係好正常噶嘛。外國領事同呢啲唔同黨派嘅議員去收下風，咁當然啦，嗰啲不同意見嘅就係勾結外國勢力，同意見嗰啲就冇問題嘅。咁其實都好奇怪，但係其實外國政府係咪一定就等於佢哋buy或者外國生意佬咩美國總商會嗰啲，就等於佢？一定是掰你民主黨、香港啊、公民黨或者激進黨嗰啲咁嘅意見咧，或者你更加認為民建聯、經民聯嗰啲意見好喎，佢哋做生意即係嗰啲美國商會嗰啲啊，喂，真係大家你唔好搞錯，係真係有呢個可能性。但係點解人哋喂從來冇話咩設置啊？喺個好撚亂啊嘅情況，因為佢哋咪好簡單啫嘛，呢啲即係常識，就係因為見到啊香港 anyway 係多元。他縱然不同意多元，這個也是解釋了為何2014年2019年甚至乎開始有些暴力的市面上有暴力沒問題、啊、沒人設置、啊、股票樓價一樣升、啊、好了，那你現在怎樣呢？那我們看到了16年開始就是那個移民了、啊、開始起了，但是我們開始記得16、17、18其實呢嗰陣時咧，嗰、那個經濟嗰個趨勢咧，都係好集中喺上層社會嘅，甚至乎有啲因為個樓價開始係咁俾你炒起咗咧，有啲中產得益，其實基層咧都係麻麻嘅，啊，亦都開始因為咁樣咧，基層麻麻啦，發覺佢哋得益唔到，於是乎特別係後生仔啦，就開始有啲對政治嘅訴求就多咗，係咪喺嗰陣時個政府係冇能力定點樣咧？喺嗰陣時候咧，佢哋就你諗下啦。在適當應該嗱，你話啊冇乜適當嘅時候加學費啦。嗰陣時你頭先咁樣數落去真係冇乜適當嘅時候喎。咁但係既然係冇乜適當嘅時候，而家更加唔適當喎。仔加條撚啦！而家係1997年回歸之後最撚得悲哀喎。喺而家，你點解要喺呢個時候加咧？啊，你話唔係，我真係頂唔順。喂，其實你老實講，而家都補貼好多噶。你真的不爭在一點點喎、啊！或者唔順唔好整咁嘅大白象啦、啊！屌你老尾大白象，佢又好撚豪喎、啊！你話係奇遇無比。嗱、啊，老實講，49,000幾去到第三年嗱，而家有啲學生就好大鑊啦，畢咗業嗰啲冇問題啦。我啱啱今年 DSE 或者 Year One 嗰啲，屌你老母，我無端第二三四年都要加學費嚇。嗱、佢就話嗱呢一個係嶺大嘅副校長啊，劉志鵬就話：，每年2,000元學生可以負擔。嗱、啊，老實講。我都認為，唉，都可以負擔到嘅。但係我係喺覺得喺政治上，點解你哋咁撚蠢啊？即係特區政府呢一屆，定係諗住真係衰嘢做曬咧？啊，乜都交喎、啊，冇嘢唔加。水煤車交通費冇加又加，交通費車年年加啦，車年年加啦，巴士有咩唔加？電費年年加啦。喂，真係好撚大鑊，我真係覺得好大鑊啊！好啦，你老實講，其實而家呢個政府咧，幾萬蚊嘅學費其實對好多。即係星斗家庭家長咧，其實已經好吃力噶啦，係嘛？你然後仲要加多幾千元一年，好啦。佢話咁學生可以做兼職嘅，屌你有冇做雞啊？咁撚多兼職俾你做啊！佢依家屌你老母閪，好勁啊！唔係喎，不過咁講嗱，話分兩頭，各位後生仔，我唔同啲家長講，啲家長好啦閪嘅，啲香港啲家長都係閪嘅，冇撚講。喂，我覺得讀得大學咧。即係除了你要去啊讀書之外咧，你真係咧要參加多啲社外活、課外活動啦，溝女咧即係係嘛，同多啲人啊，唔好講上妝啦，而家冇諗妝俾你上噶啦，即係一啲啊，即係合作啦，
咁啊，你讀大學好多時都要一齊寫 essay 都要啦，一齊即係做啲 project 都要。咁但係有時間嘅話，都真係兼下職，我都認為係合理嘅喎，揾啲使用，同埋即係早啲認識個社會啊，即係去廢話還廢話，我都覺得係好啦。我哋戇鳩鳩出嚟搞一條查一條啊！喂，我喺外國，無論喺歐洲定日本定馬來西亞，你總係會見到有好多年輕人，你一睇就知道。同佢傾兩偈，啊，原來仲讀緊書嘅，中學、高中或者大學嘅，即係好流行去做下咁嘅兼職嘅。香港我唔知啊，係嘛？咁或者啲女可以做雞啦，我唔知啦。但係一嫖客都冇咁多咧，經濟有嘅，有嘅，即係冇咁鬆爽，薄利多銷咯。你冇辦法㗎。特別要呢啲減唔減喎？都唔係嘅，都唔係嘅，因為點講咧？因為而家你有競爭啊嘛，市場上。嗯。以前譬如話，我唔知啊。較早時候你上深圳玩一個中上質素啦，你冇話豬閪有冇得講啊？可能短聚都要800-1000，咁而家可能500過夜啦。咁平？好撚平啊！依家仲平咗？喂，多啊大佬！喂，我諗住屌你老母，我做雞我都要屌你讀埋呢個 degree 咁樣。哎，上進。佢嗱，佢以前咧，佢啊真係話屌你俾人砸一砸，屌1000-1200，咁一個月咁喺大陸嘅。俾人砸十嘢，好撚舒服啦，安樂啦，係嘛？喂，但係屌你老母，點解嗰個又上曬淘寶，唔係淘寶係咩微信嘅小紅書？屌你都冇人 PM 我嘅，嚇、嗯！跟住同啲姊妹傾下偈，或者同啲同學，或者你上去睇下，咦？因為佢哋唔會公開幾多錢噶嘛，即係你 PM 問價噶嘛。但係突然間見到啲嚇，屌你老母咩鑑全桑拿？其實我唔知道我個鑑字咧，通常成日提你啲名嘅三個金字嗰啲咧，屌你咩298，屌你又包乜包物嚇？咁、啊、自己唔通我貴咗？咁你真係等錢使嘅時候，個客一還價多少啊？啊，擺太貴啦，300，啊不可以啊！跟住好啦，過咗一陣，你真係屌你聽日要交學費啊，大佬、嗯、啊，你有真係很便宜啦！嗱，這陣時啦，胡巴啦，啊胡巴啊，請啦。嚇、啊！咁屌你咁，你香港嗰啲慢慢都受影響㗎。以前做 PT GF， 喂，你最慘係咩咧？最慘邊啲啊？你有名有姓嘅都大概 OK 啊。佢唔知道自己係屬於邊個級數啊？第一喐下啲都香港啲都幾千㗎喎。唔係啊，佢唔知道啊。因為點解咧？佢喐下都幾千啦、啊。啲援交嗰啲。但係佢唔係啊！你最慘係咩咧？有啲懵撚啊嘛。嗰啲懵撚見到嗰個係咪行出嚟值600嘅？但係因為 part time girlfriend 啊嘛，佢唔係出嚟屌你咩？就即係屌啊嘛，你照俾係啦。佢出嚟純啊，學生啊，佢真係咦？屌佢出到嚟一睇，咦？依家咪屯門以前啊，國師教間大學嘅學生，佢又咪學生證喎、啊、跟住咧，佢又喂女仔天生識㗎啦呢啲嘢，有啲怕醜喎、啊、飲嘢喎、啊，我睇下戲咯，同你。去吃下嘢咯，喂，佢仲撚高過你啊，使撚俾你屌啊？你反而喂有啲係戇鳩到話你冇得屌啊！我幫下佢啦，佢真係咁樣又講到屋企咁樣，喂今次俾5000-10000俾啊，嚇叫想溝女啊，大把呢啲懵撚啦，唔好講啦。好啦，嗱呢一個慘啊，呢一個嗱佢而家喺醫務委員會度言訊緊，咁啊我真係我要做短啲，我又長話又短説，首先。佢呢個言訊咧，係嘛？係不被接納嘅。當年即係佢呢個投訴，當年佢司法覆核，終於搞咗8年，可以去醫委會開始言訊。OK， 好啦，醫委會啊、我見到盤問辯方嘅時候，即係辯方盤問呢一個投訴人嘅時候咧。咁大家知道啦，你醫委會即係佢哋係佢投訴醫生啊嘛，醫委會自己睇翻我哋成日話醫傷或者咁解啊嘛，佢一樣可以揾律師又揾成嘅啊。呢、這個投訴人就自己上去，但係醫委會即係唔係代表醫委會，應該代表被告咧，就揾曬律師嘅。我見到嗰啲律師對個問題啊，那個問題咧都非常專業嘅，喺佢嘅投訴信入邊啦，去。即係佢又吹毛求疵，盡量去避難。老實講，我覺得佢能唔能夠即係投訴成功咧，真係好撚大鑊。咁但係咧，佢咁堅持，佢咁堅持，亦都係有個道理喎。因為咧，
我嗱，我哋就真係唔係醫生啦，我哋係一個旁聽者，根據啲報導啦，嗱呢啲咁嘅法庭線嘅報導，如果係屬實，呢個唔係法庭線啦，呢個唔知零一嘅。咁我其實好企喺佢個side嘅，因為點解咧？呢一單 case 係涉及佢，因為一個醫療失誤啊，佢嘅投訴就係、是、令到佢終身不舉。哇！男人最哇！我屌你老母！慘喎呢個，好慘喎！屌你老母係。即係淹咗喎！真係大撚喎！嗱，我呢度有冇交代佢幾多歲 ？OK， 但係咧喺幾多歲嚟講，嗱，甚至乎咧七老八十都好，佢因為老慢慢冇有心無力，好地地，仲咁定係咁樣俾你淹撚咗咧，即係唔等於淹撚咗咧，就真係兩件事嚟。好啦，佢咧呢個投訴人係阿 K，OK， 佢投訴咧就係而家嘅威爾斯親王醫院外科副顧問醫生。譚浩文啊，副顧問醫生啊，八年前即係案發嘅時候咧，佢咧就時任泌尿科醫生嘅啫。哦，由泌尿科醫生，而家副顧問醫生喺呢個八年時間入邊 ，OK， 咁啊冇，似乎就冇受到呢一單 case 嘅影響。咁係咪呢一單 case 完全個責任喺佢度咧？我哋睇啲表面嘅嘢先。喂，嗱，首先而家咧啊，佢就投訴呢一個譚浩文醫生咧喺。即係2015年嘅2月2日，同佢做一條賓州手術嘅時候咧，冇對佢嘅損傷作正確嘅診斷啦，適當同埋充分調查診斷嘅損傷，亦都未向患者即係投訴人啦提供同陰莖損傷有關嘅充分或者準確嘅病史，亦都冇充分告知病人嘅手術風險或者有冇合理嘅代替方案，亦都冇適當喺手術前。管理好患者受傷即係陰莖嘅啊區域等等 ，OK， 咁啊首先咧啊控方傳召控方阿 K 作證人嘅時候咧，就先咧就確認啲事實先，原來係2015年嘅1月26日嗱、啊，即係做手術前嘅幾日，佢下體撞到凳柄 ，OK。受傷經過，慘喎！屌你老母係，所以大家就係有陣時咧，好似我哋啲咁心急嘅人咧，真係唔好咧有陣時，喂嗰度屌你有金執啊！喂嗱嗱聲咁樣就撞到嚇，好啦，撞到條賓州，好啦，然後四日之後佢行山，發覺條賓州好撚痛，突然間，於是乎去急症室度求診，好啦，過程入邊同唔同嘅醫生同埋護士都有講過嘅，嗱嗰日係1月30日 ，OK。其實做手術就係2月2日，即係3日後。嗯。啊，好啦，手術前一日，阿 K 咧就獲一名姓陳嘅女醫生檢查佢嘅記錄病情。當時個女醫生就話：嗯，你下面應該冇嘢嘅嚇。不過按照公立醫院嘅程序咧，你要等到資深醫生診斷後先能夠出院。OK， 好啦，咁似乎咧。跟住嗰個就係資深比較資深醫生咧，就係泌尿科醫生去睇啦。啊，喺辯方盤問之初，辯方即係代表呢一個被投訴嘅譚浩文醫生就話：喂，你嘅投訴信提到你撞到下體之後，以 huge pain 即係劇痛一詞去描述痛楚，即係好撚傷。係啦，好撚痛，好撚痛。質疑你嘅寫法冇提及時間嗱，呢啲就係咧呢啲咁嘅律師啊，呢啲咁嘅撞棍啊。嗯。啊嘅。佢哋受嘅訓練亦都係咁樣嘅，啊雞蛋去挑骨頭啊嘛，啊佢話如果你冇提及時，你冇提及時間嘅話咧，即係譬如你話 short while 啊、long while 啊、長啲時間咧，嚇咁點解你唔用咧？咁阿 K 就回應啦：，喂，意外發生嗱，呢個係好直接，我哋普通人啊，意外發生撞嗰下咪好痛咯，好痛咯，但係我唔可能寫信嘅時候用一個字代表整個時間嘅。我唔會話第一封真係十分痛，第二分鐘係七分痛嚇、啊。其實係 summarize 咁寫概括嘅，就撞到嘅時候好痛嚇、啊，跟住好似冇咁痛。其實我哋諗到嗰啲情形㗎啦，亦都有少少遺疾記憶啦。好似冇咁痛，咪冇理佢咯。點知幾日後行完山之後好撚痛，咪即刻去急症室咯嚇、啊。好啦，咁啊，其後咧，辯方就話：咁點解你淨係投訴我當事人啊？你其實又見過咁多位啊威院嘅醫生。亦都去急症室嘅護士啊，當其時你話冇腫冇紅嘅喎，同報告上嘅描述即係投訴信嘅描述唔不符喎、
啊，係咪代表經手嘅醫護講大話或者錯誤填寫啊？嗱，佢仍然係執緊呢啲嘢啊。阿 K 就話：我都唔知道呢啲寫法，普通人點會識寫呢啲啊？就係、是、啊，佢話只不過向醫委會投訴之後嚇、啊，於是乎我就向喺醫委會度揾到相關嘅記錄，即係話嗰啲醫護啊，或者嗰啲醫生、嗰啲護士寫嗰啲咁。我先知道有得咁樣寫，我咪咁樣寫咯。如果唔係，我哋點會識寫啫？嚇、嗯啊，好啦。佢話：咁點解淨係投訴呢個譚浩文啊？佢話：喂，大佬啊，我梗係要 focus 翻邊個俾壓力同埋誤導我啦嚇，唔、啊、係其他護士話俾我聽好緊急噶嘛，係佢話俾我聽好緊急噶嘛。咁我唔投訴佢，投訴邊個啊？因為之前頭先我哋講過嘅，佢先獲得榮聖塵嘅女醫生，醫生話應該冇乜大礙。啊、我不過按照公醫院的程序，要資深啲嘅醫生嚟睇過，嗯，先可以俾你出院。但係呢一個資深醫生咧，原來咧，哇，好大鑊！嗱，而家佢講咧，就係、是，喂，佢第一次見佢，就問佢話做咩傷咗咁耐先嚟求醫啊？嗱，呢個合理正常嘅啊。又話喂，情況好嚴重喎、啊，如果唔施手術，有機會會不舉喎、啊。嗱、啊，呢、這個係專業判斷，呢、這個係專業判斷。OK， 但係當其實阿 K 話喂，我又冇腫冇積。屙尿都正常，嚇係咪要做手術啊？到十五分鐘之後，呢、這個譚醫生啊，譚浩文咧就攞個手術同意書，就要求佢簽名喎、啊，簽手術簽署做手術喎、啊。到第三次再入嚟咧，呢、這個譚醫生就話：喂，你快啲簽啦，我要安排做緊急手術啊！嗱，其實咧，佢要投訴嘅就係、是、佢三次過程入邊都向譚醫生問病情、手術風險、過程。同埋手術以外有冇其他方式，即係替代方案啦、啊、但係呢個譚醫生就話好情好嚴重，總之情況好嚴重，就冇講過任何其他嘢，冇講過手術之後會切包皮，咁冇十歲就切包皮，冇講過手術之後條筋骨會變短。哇！呢啲唔講唔得個，甚至可能佢有不舉添。阿 K 補充話，跟住去到進行手術前簽完上，佢就冇再見過呢個譚醫生，佢多番形容。係咪喺醫委會入邊？佢從來未見過公立醫院咁急嘅，都俾佢嚇親。嗯，其實老實講，正常嚟講，你俾我咁樣咧，去到第三次咧，都問佢唔答咧，我就屌㗎啦！我話喂，醫生唔緊要，嗱，我信你，你係醫生。喂，究竟我有冇替代方案先？或者點解要咁急咧？你係咪要解釋俾我聽咧？咁通常我一咁樣咧，我係無往不利，我未試過有醫生唔解釋俾我聽嘅。嗯，但係呢個就差啲啦。點解咧？因為呢個醫生見到佢好似好黑望傲慢咯，咪唔解釋咯。而最重要嘅就係話佢多翻喺個法庭話：咁我真係冇諗住醫生會害人噶嘛。嗱，佢未必係害你，佢係傲慢啫，諗住屌胡搞咯，係嘛？佢話一手術前一個禮拜情況正常 ，OK， 所有後果咧都係事後先知嘅。好啦，佢話。嗱，你而家佢覺得個醫生害人，我就未，我亦都唔覺得個醫生係有心害你。嗯、不過佢就真係醫療傲慢，唔會解釋曬，而都而家就嗱要睇翻啲手術，我唔知道慢慢會出嚟啦。有冇手術記錄咧？有冇 logbook 啊？有冇成咧？喂，係咪做錯一啲嘢咧？如果老實講，正常公立醫院啊，係有機會會令到條賓州短嘅，會不舉嘅。佢就算係機會好細都好，佢一定係講到好大嘅。嗯，係嘛？大家經歷過啦，費事咩飛啊嘛？嚇！佢有咩理由唔講咧？嗱，如果嗱，但係點解當日投訴係不接納咧？嗯，啊，點解要去司法覆核咧？先開庭咧？啊，咁啊，等我哋但係等嗰兩日啦。但係無論如何，如果係真嘅咧，呢單嘢條賓州短咗，仲要不舉，真係冇包皮都冇埋。哇！我真係唔撚醫啊！屌你老母，寧願。唔係包皮冇好濕。佢諗住做手術就防止不舉啊嘛？點會做完先不舉？屌你老母！仲慘。真係大撚鑊啊！屌，喂，橫掂都不舉啊！如果係我寧願唔撚做啦，到時必你痛咯，痛條賓州痛咪，再唔係買噴翻嗰個屌你正神水個啲咩鎮痛明咯，屌你噴一噴條賓州咯，啊！好休息一陣。